Hello，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Property Queen TV Live，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我是 Gwen。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他就是Memory Cool 的 CEO，还有创办人 Cool Get You。那我们今天呢会谈的就是我们的经济风暴即将来临，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经济风暴？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也怎样去预备自己的经济呢，去面对这个经济风暴。嗨，嗨，好的，那线上呢，我们有的就是Memory Cool Financial Consultancy Firm 的CEO，还有创办人 Memory Cool。那 Memory，今天你抽空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会讲的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经济上的技巧，因为你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了。那我就事不宜迟，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那您本身觉得在这个经济方面，在 MCO 之前，MCO 的时候，或者是变成 CMCO 之后，或者是这个全部结束之后，经济方面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Okay, 其实基本上呢，我本身 feel 到了啊，就是啊，之前的时候哦，actually 那个病情哦，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哦，大家好像我感觉啊，就是没有紧张的。Then 当来就是大家还work as a normal，OK，okay, 就没有什么就好像正常咯。当他来就是刚开始我们 MCO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开始人家就开始慌张了。OK，就好像不能出去啊，还是怎样？哎呦，死啊！不知道说会受到那个生意啊，还是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啊，还是怎样啦、啊？所、so, 以这个东西呢，我看到是在 MCO 的时候，也造成了很多人的专业出来。就打个比如，就是好像有人煮饭啊，还是煮菜卖东西啊，在 Facebook 卖东西啊，还是在网络卖东西，Shopee 还是什么？Then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像人家他们自己没有发掘到他们自己的潜能啊，忽然间被逼出来了，也是有。如果你们用好的方面想的话，其实是对某些人好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是不会死的，当他们想要一个东西，他们自己会努力的去争取的，对吗？如果我本身觉得是这样啊。然后过后呢，after 现在都6月了嘛，对吗？6月的第一个星期。Then 已经慢慢的 restaurant 也慢慢的开放，OK，so 人们呢也慢慢的就开始解封，也回去岗位做工，也慢慢的就是出去这样。但是哦，我发现到就是餐厅也不多人呢，它也不是像以前这样，因为什么人家都会觉得麻烦啊，要去量体温啊，写明啊。但是好是在政府有给我们 scan 啊，有一个那个 scan 啊，就比较方便哦，只是量体温跟 scan 不了。但是座位也不多，so food and beverage 来讲的话，of course compared 跟 previously 来讲，有可能还是受影响，but 现在也慢慢的很多也开始做 take away 了，OK，做 take away 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他们会想要做 take away，就是他们有那个想法，想要生存的想法，so 人是不会死的，除非他们没有去想，我们要 adapt to current environment。不要，我们不能去blame the environment，我们只能 adapt，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改变不到的，我们只能去 adapt 咯。所以现在还是慢慢的 coming back 了，哦，人家慢慢的适应啊，好的。那你觉得你觉得每一个人，除了有 emergency fund 之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危机基金，好像一个 crisis fund，以准备好去面对一个 unforeseen 的 circumstances，好像这个突然间来的 pandemic，因为 emergency fund OK 啦，but then crisis fund，你觉得要吗？哦，crisis fund，yes，of course，像我本身也是有做一些 crisis fund，因为像每一间公司都有 crisis 一个好像讲风险的一个 department，就是估计风险的 department，这个就是他们有些公司他们怎样去 define 他们的 crisis fund，OK，okay？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personal 也是应该要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crisis 嘛，我们讲 crisis 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预测不到的，就像是 COVID 这样，对吗？没有人跟我们讲的。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来到马来西亚。以前 SARS 也是嘛，对吗？是已经有一个例子啊，but 人家 not take it as serious 啊，因为没有来到我们的位置嘛。
所以我们就没有想要去存这些 crisis fund，还是说，哎呀，不需要了。那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 crisis fund 的，OK？因为我们要去 plan 我们的这个 future 啊，每个人都要 plan future，因为你没有 crisis fund，怎样都要有一些 saving for 度过这个难关。如果你度过这个 crisis，你就赢了，不要倒了，哦，就是这样。那你觉得我们怎样去 plan for 一个 personal 的 crisis fund 呢？OK，怎样去 plan 这个 crisis fund 呢？OK，我一个 example 啦哈，打个比如啦，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Six Jar 的这个 story？OK，我这个 Six Jar 的话呢，哈，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OK，for my personal 啦哈，as an example 啦，我有六个 jar，第一个 jar 呢就是 for expenses，monthly expenses。这个呢我会丢多一点，monthly expenses 就好像我们的车 maintenance 啊。啊，还有一个，sorry，还有一个就是车，讲到车门的那种，很多人都会忽略掉了。OK，虽然是几百块、几千块，通常后面要去 service 人家去挖。我通常会先预，就是好像 in monthly installment 这样，就是说你知道说你的车 service 是1000块，讲哈1000块，每个月我就除12，每个月我会存起来，这个就是我的saving habit 啦。OK，so 那个讲到那个六个 jar 呢，第一个就是。necessary 就是好像我们的 money 的 expenses 啊，什么这样的东西。第二个叫就是 financial freedom。financial freed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做 investment。OK，investment 就是好像 property 啊、stock 啊、bond 啊、gold 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投资一点点。我们不能把全部丢进一个 basket 的。OK，因为不是一个东西下的时候，我们还有东西可以顶。像最近 gold 慢慢起。它也起不多，但是还是有下。So, but 它 compare 跟 stock 来讲，之前 stock 的时候很糟糕，3月的时候，对吗？如果你想看，如果你全部丢进去，你就完蛋了，哦。So 另外一个就是 long term saving job，就是第三个 job，OK？它是怎样讲呢？OK，它是 for saving for purpose，long term purpose，就是好像 EPF 啊，insurance saving 啊，OK，还有我们这里的 saving account 啊，或者 FD 啊，虽然 FD interest 不多啦。But 如果你花去就是没有哦，But 你有存就是还有哦，这个是 for long term 的嘛？It doesn't matter for the interest，at least something 嘛，哦。第四个就是 education 的意思哦，怎样讲呢？就是说投资自己，OK，就像买书啊，或者上什么课程啊，哦，就是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因为这些全部是 soft skill 来的。When come to 这个 pandemic，你有 soft skill 的话，你有可能会生存。如果你没有投资你自己的话，你没有这些 knowledge，你有可能会被淘汰。第五个就是 entertainment，就是好像我们啊每次去喝酒啊，还是买一些自己的 hobby 啊，还有就是就是总之你好像你可以就是买一些电动东西，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简单来讲，这个花出去就是没回报的。把人就是要这样嘛，我们不可以时时存吧嘛，就是要分散。这一个 jar 就是donation，OK，我 donation 呢是怎样讲呢？我觉得回归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对，你不用说放到很多，你捐10块钱、100块、5块钱也是一个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六个 jar 来讲，如果你分配得好的话，如果六度那个 recession 什么东西，应该不大会影响到你的，因为你有做好准备。我这个应该是。OK，totally 明白。这样你觉得，因为我们有一些专家，不只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专家，可能就是连国外的一些专家都说，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的经济风暴将来得更快，因为前几年还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有人预测了会有全球的这个经济危机，一个 recession。这样你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状况内啦，OK？我们还来得及去 reset 我们所有的资产吗？我们还来得及去重新策略过我们的 finance 吗？OK，for 这个 part 来讲，我觉得还来得及，因为东西都发生了啊，对吗？你不能回头的。所以，我本身觉得，since 已经发生，我们不要再看回以前了。所以现在还来得及的，还来得及，就是说，有些人，我中 recession 了，怎样怎样？我本身觉得还有别的行业是在起来的，不是全部都是在跌的，它全部。
嘛，就是简单简单来讲，是我把我们的尊严，OK，我们就有些人讲，哎呀，扫地啊，不能啊，对啦，但有时有一句话，我看到有一个报章是写说哈，有功好过没有功。如果假如说我们像我们讲，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不了，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先做这些，做这来至少来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一定有些行业还要请人的，对吗？对吗？哈。所以说，这个 market 其实有时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哦，还有就是尽量说不要因为脸皮啊，有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性啊，我们自己放不下我们的尊严，说我们不要，哎，不能啊，这个工，但是至少也1000多块，好过讲，哎呦，中裁员了，都睡在家里不知道要怎么办，一定外面有人要请啊，对吗？说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慢慢现在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慢慢 plan 回去我们的 future，我们要开始讲回去那个saving habit、investment habit 这样的东西。我们尽量不要投资在一个东西，我们分散投资。哦，因为每一个的 tools 有它的做法的，有它的用法的，它不是没有用的东西来的。好，这样你觉得，因为。我本身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金钱观念没有这么好啊，比起我们的父母的话，因为我们父母都可以养很多个孩子，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说，哎呀，一天就一天呢，要花钱我就花钱呢，反正我下个月还是会赚回来的，对不对？那你觉得他们应该要从几岁，就是从几岁开始去存钱，才会 achieve 到 financial stability？OK，这个哦，OK，你看啊，其实这样的概念没有对没有错啦，哦，是个人喜好哦。有些人讲，哎呦，潇洒一点，我花到下个月我还可以赚吗？就是有这样的 OK，这个 COVID-19 就是教了我们东西，就是 everything must plan，OK，不要等到它来的时候才不知所措。就是因为你看啊，就是因为这些人他讲，哎呀，不紧啊，下个月还可以赚回来。那现在下个月还有机会吗？我们都不知道，对吗？所以我们。对，觉得我本身觉得就是 everything must plan 好才来走，OK？像你讲，像这些年轻人，如果他要讲，你说他 stability 嘛，对吗？哦，about 也就是几岁开始存钱，才真正能达到 financial stability。OK，几岁才达到？这个其实没有一定哦，你存10块，存100块，但是好过没有存呐，就。Income stability，我本身觉得就是 based on 你的自己的 expenses。今天我有3000块，我花3000块，怎样永远都达不到那个 stability 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奢侈啊，哦，不是说买东西就叫奢侈，是要 based on your own capability。我赚3000、5000，我就花一个我赚5000的话，我嘛花一个3000、4000哦，存1000好过没有的存，对吗？就像我跟你讲哦，那个6个家，其中1个家就是我买那些，如果想要换电话啊，还是我想要买 bag 啊，我就是那个18%的那个那边的 fund 罢了，more than that 我就不能了的，我就不可以用了的，something like that 咯，哦，所以我本身觉得 stability 是要看个人的 habit，他的 living habit，然后才一你自己要算你的 budget 咯，你算如果不能就不能，因为不能说人家要去 US 啊，哦，I mean。People want to travel，你就要去 travel，然后去刷那个 credit card 啊。我也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 actually most of the people 啊，他的 credit card 的 usage 蛮 high 的哦，就是哦，你可以看到他的 either 就是用 installment，either 就是 over limit usage。So 这个东西就是 reflect 到我们不大会理财，用了再来看怎样啊，不是说你不可以买。就是像我跟你讲哦，还是回去一样，要 based on your own capability，不能嘛，拖3个月后咯，慢慢存到有去买哦，不能急的，急着是可以。Of course，你想哦，如果这样说你花了5000，OK，你就要想办法赚回多5000 to cover your 这个你已经用去的5000，除非你有这样的能力啦，就 OK 咯，啊。OK，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说你越年轻懂得理财是越好哦，对不对？Yes, correct. 老实讲，这是真的，但是学校是没有教啦。But in Malaysia，我觉得在这个行业，这个理财的这个 knowledge 还是有待增加了。
因为本身我们读书也没有人教我们嘛，对对，好，这样你觉得我们的马来西亚啦，我们的国家，你觉得大概要多久我们的经济才能真正的 recover？因为有一些人预测说，可能多一个1年，多一个2年，我们的经济才能真正的 recover，而且那个 recovery rate 会有点慢。所以你的 opinion 呢？你觉得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经济几时才会真正 recover？OK, talk about 这个 recovery 啦，我也不是很厉害，也不是，but based on experience 吧啦哈，我本身觉得 need about 3 to 5 years 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cycle 来的，它是一个 cycle 来的。为什么我会讲 3 to 5 years 呢？因为现在的行情，其实外面还有钱，有钱的人还很多，真的多，他们只是不愿意花。But when 你不愿意花的时候，他的这个 economy 就不能走。OK,so、okay? That's why 为什么我讲3年到5年？因为人家是看先哦，看人家做我在做啊，看人家花我在花啊，就是也是有人在花着，but reduce 去了，变少去了。So 现在就是要看这个政府啊，他们怎样去搞好这些东西，去刺激人家去丢钱出来，因为市场是这样大不了。So 你要转的就是这个有人出有人进，有人出有人进，有人赚有人亏，就是有人出进的意思啦。这样你才会increase 那个 productivity，increase 那个 economy。如果没有的话是不能，but 不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是别人少花钱，but 慢慢哦，要慢慢的看政府怎样推，就是让我们可以 increase 那个 economy 啦，让人家愿意去花钱。你收钱的话没有用了，因为转不到这个 economy 转不到。明白。像你觉得在这种危机的时期，就是一个 crisis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哎呀，有遇到危机就一定有转机啦。那你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转机的时期去买一些 asset 没有？好像可能买一些房地产啊，或者是买一些 stock，你觉得这是最适合的时候吗？OK,for 这个 part 来讲啊，其实是看的。讲到尾，如果你有 cash 的话，有些人说现在 stock 有可能低嘛，但是它也不是最低哦，你也不知道它会 bounce back。So 我本身觉得你有 cash 在手的话，yes，现在是 opportunity，OK，opportunity for you buying the house property 啦，property invest property or stock or gold or anything else 啦，就是一点一点。然后像我跟你讲，don't put all the egg in one bucket，OK、okay?。So 你有 cash 的话，我是鼓励你可以慢慢 survey，现在可以慢慢 survey 去看什么东西可以买哦。像 property 现在也是慢慢的有，我看那、啊、有 transaction 啊，慢慢很多人会去买 property 啊，也是很多人有来 call 我问我，哎，现在 stock 啊有什么便宜的、啊、还是什么就好像它的好像油啊、glove 啊这些 manufacturing 这样的东西啊，So 有些已经起了，像最近那个 glove。的 stock 已经起了蛮高，所以我本身觉得已经是有一个顶了啦。说还有其他的哦，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 invest，OK，you can invest，but 你慢慢 survey，很多东西现在可以买，OK，好，这样你觉得每一个人要 plan 自己的 finance 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会觉得哎呀，要 plan 这个 finance 啊，好辛苦啊，好难啊，你觉得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人？讲真是很多人呐、啊。我本身觉得马来西亚人，like more than 50% 的人是，他们通常都会先，哎呀，用紧了这个东西先想，先过后才想，先 I use first think later 哦，或者先刷 credit card 先，I pay later。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我本身觉得 education 的 knowledge 没有这样好。OK,我们讲说这个东西不好，像我跟你讲哦，you can spend。你可以 earn back actually OK 的，but 前提你要会 earn back 啦。你不要说你 spend 了，你 earn back 就变成有些人破产啊，有些人没有那个像你讲 income stability 啊，or future stability 啊这样的东西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要的话，像现在很多我看到很多有 guru 啦，要跟就是你们可以去学习，就是。跟他们学习，就是像我讲投资自己，
哦，投资自己，然后去跟他们学习，see how to 去 manage 你的自己的 fund 啊，就因为这，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哦，这些 education 这个领域还待增加，还可以再增加的。嗯。也明白。这样你会觉得说，我们的年轻人以后退休的时候会比较辛苦吗？因为他们就一直花钱啊，就也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好像我刚才讲的，哎呀，先花啦。然后到老了，可能有一些有做过有 EBF，那你觉得他们会比较辛苦吗？因为 EBF 也是可能比较快用嘛。如果他大花的话，这样你觉得他们会比较辛苦吗？OK，老实讲，现在 EBF 其实讲的不够啊，我们自己可以算得到啊。你看，我看有些人啊，做到老啊，他的 EBF，我本身有看过啦，maybe 50千、100千。But actually，你自己算看，如果你一个月的 daily 一个月的 monthly expenses 啊，讲 about 2000，一年24千，100千来讲，可以活多少年？可以吗？So，这个其实100千其实不够啊。So，有时候像我跟你讲，我们要 plan，像 long term planning，就是好像我们可以有一些 saving FD 啊，或者 insurance saving 的 policy 这样的东西到啊，都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个是 for future，赚不赚钱是，我是觉得是 bonus，OK？因为我们是讲 saving 的嘛，对吗？有 interest 好过是没有。如果你放在普啊放在我们 main loading 是完全是没有的，but at least 有做到好过有些人。完全是没有 save 到，他像你讲到，哎，用钱啊，没关系。像那些年轻人，像我，他刚出来，我本身觉得他刚出来的时候做工，他就开始要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 plan for the future。因为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 independent 了，对吗？But 人是会成长的，人都到时他就会被人家依赖，他会成家。So，这些全部都是 for future，结婚啊，买车啊，头期啊，买屋子头期啊，全部都是要钱的。所以我会鼓励一做工出来，都要开始有这些 planning 啊。对这些年轻人呐、啊，对，我知道现在有些人讲，哎呦，吃饭都没有钱了，还要存什么钱？对，这个 effect 你看不到现在，but when it comes to 你又 you want to make some decision 的时候哦，你就看到他的问题了。哎呀，是哦，要买车，哎呦，给头期哦，然后跟妈妈借，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这样哦，哦，就这样哦。明白明白。这样你觉得，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地方，它的生活水准会比较高。比如说我现在住这的地方就是 KL，KL 的生活水准真的是比较高了，一盘鸡饭可以卖7块、7块半，一杯 kopi 可以可能到2块8，最高 kopi 冰。说你觉得，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地方的生活水准比较高，导致呢一些人没有办法去收钱？OK，这个是不可否认，Yes，这不可否认的东西来的。但是因为 because due to our the growth of economy 哦，它跟我们的 income 的成长率不对称，就是走不到，或者走太快，或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在，你看现在人家都会去买，好像你看我们的电话几张盖啊，我们的 computer，我们全部都是算几千几千的，3000、4000、5000、6000的，甚至现在最新的那个华为电话都可以来到10000块那个折的，对吗？But 我们的 income 真的是去不到那个 level，所以我本身觉得，因为 due to 我们的那个我们 salary 的，很多人有 complaints of salary 的 starting salary 太低了，因为我们的 economy 的关系不允许，它的 growth 不够快，所以我们 economy 我们的钱我们的 salary increase 也是不够快，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可以选 alternative，像我跟你讲，你可以现在其实很多外面很多 part-time job 啊。或者我们可以做 entrepreneur，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为自己想要出来做 entrepreneur，就是好像做房地产啊，做保险啊，甚至有些人做微商啊，还有一个最红的最近 YouTuber 啊，很多人也是像这些东西也是 opportunity 来的，它可以让它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去年轻人呐啊，对年轻人来讲是可以做 part time 这些东西咯，都 cover 他们的这些 expenses 啊，increase 他们的薪水啊，这样的东西。我也是觉得现在的 trend 就是你不止有一个正职，你其实也是有很多个兼职。可能你晚上也是做微商，不然你晚上也是开直播，不然你也是做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可以真的只是靠
一个 income，你一定要嗯，再去做别的东西，再去拿其余的地方的 income，这个我 totally agree。啊，还有就是，还有 OK，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以好像 delivery food，对吗？哦，OK，讲现在蛮红的叫，你应该有听过 Hungry Grab、Foodpanda 这几个咯。我看还有些人，他们可以，因为有时候我很敬佩这些人，因为他们中 retention，我身边有听说中 retention 啊，他们跑去做这些工，这个就是他们不要让自己死哦，把这些也是工来的，也是可以赚到钱的。你做一个 delivery service 的也是可以赚到钱的，as a driver 啦，对哦，对，就嗯。是好像我们所说的喽，危机就一定会有转机。这个工做不到，东家不打打西家喽，就对。是能够赚吃的就好。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为了要吃而去做工，有一些是因为哎呀，算了，他没有工作做，哎，在家啦。你知道有两种人啦，就是看你要成哪一种人喽。那有些人也可以做 property agent 啊。讲真，现在对吗？有些人讲说现在 property 跌价，所以就是变成有人讲说好卖啊，好卖你们去做 property agent 哦，对吗？也是一个鼓励来的嘛。哦，因为我看看报章，有些人讲说跌70%啊，还有人讲啦，哦，是 but which is 是 impossible。OK，他有些人讲会跌，有些人会讲会起，but the market is there，right？The market is there。所以我觉得 property agent 也是可以啊，insurance agent 也是可以啊，就是这些行业还是能走的，哦，不用 retrench 啊，找这些工还是能做的，嗯，对，so 我也要知道，因为之前的经济风暴都是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吧，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16年，然后过后的是可能06年、07年的时候，但过后我们现在是讲的不是只是我们马来西亚会遇到的经济风暴，是全球会遇到的经济风暴，就是可能美国、中国、我们泰国、越南全部都会有这个经济风暴，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点？我们要去面对这个经济风暴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东西？会 expect 到一些什么东西？OK，如果你是这样讲话，OK，你看啊，when come，因为有些国家是靠别的国家，就好像有些人靠中国，有些人靠 US，对吗？所以你看现在全部国家都很乱，OK，所以我本身觉得我们自己需要 backup fund，就是看你讲的 crisis fund，OK，我们本身需要一些 fund 赌，答案不，这像这些东西发生了，不是说世界末日，它还在走的。Just that，它 maybe 它的 production 变 lower，它的那个销售量就是 production 啊，所有销量全部也 drop 到完去，但是不代表是死了。当是这样了，因为我们 expenses 花钱，OK，打个比如，一个月我花10000，这样忽然间，哎呀，本来我赚是100000啊200000，忽然间变去，我的赚变少去啊，变8000090000吧。在这个时间哦，这个东西我们是改变不到的嘛，我们 have to adapt。adapt 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对吗？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saving，让我们度过这个6个月或者到12个月的时间。打个比方，你知道说你一个月的花费是10000块，或者5000块，或者2000块，你嘛乘6个月咯，6×22，就是你要有一个12000的 fund，让你度过这个6个月。就像现在最近银行有给我们延期，也就是 delay our deferment our car loan and mortgage loan 嘛，对吗？housing loan。So 一对。来的，不要说哦，银行给你哦，延迟这个6个月你不用给，然后哦就不用紧了，就这样继续花。我本身觉得不应该的，人家给你机会，就是给你就是给你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想办法在这个6个月 pick up come back，他给你时间去 pick up come back，so that 你才可以 counter。如果他假设他没做这个东西的话，老实讲，真的很多人顶不住。So means that 我在这6个月你就要想办法去想办法去 turn，就是好像找机会来赚回这些钱，to pay our debts，to the loan 啊，loan debts。哦，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改不到，是 economy，这些全部是 environment 的东西。我们能改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lifestyle，或者自己的生意，就是像我们就刚才讲的，有些东西会上，有些东西会下，所以我们要去想，要去改变。明白。
这样其实我们的 recession，据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以前的时候会有一些 retrenchment，好像刚才 Cool 有讲到 retrenchment 哦，然后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做生意的，可能就需要把生意关掉，或者是赚不到吃什么，但是好像也是 Cool 讲的，你们可以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就是好像他讲的 delivery 也是可以做。如果好像我知道的人，他有是做那种他做 event 的，他有 lorry，所以现在没有得做 event，所以他做什么？他拿他的 lorry 去 transport 东西，就是去问那些大大的、小小的那些货场，就是可能一个 hypermarket 啦，不然就是那种 mini market 啦。哎，你需要我帮你运你的东西吗？我帮你啊，从这边到这边这样多钱，这样多钱。就是 actually 你要把你的 business 能转，你就转，这样你就可能在这个时候找到转机，对不对？对，就是想哦，如果你一个人没有想，你是等死不了的。我觉得人呐、啊，尤其是华人呐、啊，我本身觉得华人的超爱干很多的，他有很多想法的。But action, think and action，不是定要待在家里。像好像有些人现在哦，在家里做，三得利会做 cake 啊，会什么，然后拿去卖，平时都没有看他做的，对吗？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商机嘛。哦，有些人好像就是你就是这变成这个 delivery 也是增加去，很多人没有出门了，所以 delivery 也是很多慢慢的在增加这些 rider 啊这些全部东西。然后像现在很多人也是做 YouTuber 啊，好像 agent 啊，agent 就是 insurance 啊，property 啊，还有其他 agent 啊，哦，哎，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商机来的，就在改变这咯。明白明白。我好本的，身这样我问问你，啊。问你，还是你要先讲你刚才要讲的东西，你先讲吧。OK，没有，我是说觉得不要拍谁罢了。我觉得人不要拍谁哦，你是不会死的啊。对，好像你讲的要放下面子。对。好，这样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会 advise 那些刚刚好像刚踏出社会的年轻人啦，还是刚刚毕业要找工作的年轻人？What is your advice to them？先投资自己哟、哦，投资自己就是说。Invest on yourself, knowledge, soft skill, and plan for your future. 一出来就是你自己了，OK？就是 everything is on your own. You have to plan for your future. Next time 你会有 family 的。So 当这些就是 knowledge 啊，我本身觉得 knowledge 是很重要的，没有人会抢走啊。Knowledge 是你自己的，因为人家抢走的话哦，他抢过你100%的。Maybe take your away 30% or 60%, I don't know. 当他如果假设说这个人厉害的话，他学到你一些功夫，他去自己 implement 他的一个 style，yes，这是他的功劳啊，这个是他自己的聪明啊，他自己努力的去改变去想啊。然后每次好像就是像我跟你讲，年轻人就是 knowledge 罢了和想法，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说人家跟你讲说，哎，这个好，哎，我听朋友讲那个好，你就去买。然后等一下哦，东西发生了，你骗我的，你跟我讲这样的，你跟我讲能赚的还是什么？哎，这个 market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发生了。所以我本身觉得 knowledge 都 youngster 啦，现在出来社会做工人，soft skill 很重要。OK，明白。好，那我们观众有一个问题，所以我就直接问你了哈。What are the basic steps in restructuring personal fund? Where to start? OK，如果赌我的话啦哈，首先我要知道我的 earning 多少，then 我的 expenses 多少 per month，monthly。过后 breakdown，你 breakdown 了，你就知道你有些的地方你不该花，就像有些 subscription，就像有时好像有些人呢好像可以给电话费啊，internet 费啊，可以给到300-400块啊。所以你自己想看，你有些什么东西可以 cut 的，你就 cut，slowly。这一天不会让你说，就是好像你不会说一在一个月内你会看到那个效果，OK？就是你有的东西有的 cut 就 cut，有的省就省。然后有些像我跟你，然后过后你会分去那个六个 jar，那个六个 jar 你可以有些人讲哦，你六个 jar 怎样分啊？开六个 bank 哦。有些人讲我七星的开六个 bank，赌 me OK 啦，bank 不？有些人讲麻烦，这样啊，这样不用紧啊，你自己去这个东西，这是我的 style 吗？你有你的 style 吗？But you know the concept，as long 你要知道那个 concept 罢了，哦，
So 你要知道那 concept 就是简单来讲，你 break down 了，你直接除掉你觉得不需要的东西，慢慢省，然后你就会慢慢看到那个效果的。然后吃，我们都想吃好料，我知道，大家都想的，不是说不能去，可以，因为我们你都讲了嘛，要刚开始怎样嘛，你减少吃好料，过后你看到有比较。好，你看到那效果哦，然后你再做 adjustment。OK，我 maybe 可以 increase 我的 expenses 的 fund，就你买 increase 嘛，再去吃更好料哦，慢慢哦，啊，就是这样哦。就是慢慢规划自己的经济，就是可能好像你所说的，就是如果可能4个月后，我觉得啊，OK，我有多一点钱了，这样我就可以去吃一点好了。其实不是叫你们亏待自己，没有叫你亏待自己，只是叫你可能头几个月吃一点苦先，不要这样快去享受生活。然后过了几个月，你觉得你比较多钱的时候，你想说 OK 啦，这次我要去吃好料，我去吃 steak，还是要去吃 seafood buffet 啊，这样你就可以在。拿一点钱过去吃，好像有几个情况啦。如果你没有存到这笔钱，如果你的朋友说，哎，我要去 holiday，一起去啊，我们出国，我们一起去 trip，OK？然后你发现，哎，其实我没有什么 saving 哦，我没有这笔钱跟他们去哦。你除了没有钱之外呢，你也是少了一个机会去跟人家创作一些美好的回忆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好像。我们的库讲的，你一定要能先把自己的东西先看好，再 plan 好，好，这样我们要问一下库啦，这样你觉得现在的 property market 你的看法是如何的？OK，读 property market 的话，我觉得现在 OK，像我刚才讲，慢慢的 transaction 回来，我看到了。我本身觉得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去投资200千到300千的物质，因为为什么？有些就是我本身的看法啦，因为很多人都会去 target 那个 sector，是因为 render 能 cover，OK？、Okay? 然后不是说很多人都会去买，很多人也是会去买500千的物质啊，什么？他们有些人想要买屋子住的，也是有些人要结婚。And then own their own on for own occupied 的，对吗？没地永远都不会停的，都是会照走的。像我看 back OK，这个东西就要 back to 那个看你讲说，那个你觉得这个 economy 可以多久回来的？像我刚才跟你讲了吗？没有人想要，有人有钱可以买物质的，但是他不要，他要讲看先呐、啊，看经济先呐、啊，还是什么？有的，这样，that's why 那个时候你就要 prepare，人家可以讲，诶，我有一个砍头，现在有人要便宜卖啊。哈，然后你就有那个 opportunity 吗？像我跟你讲，你有 saving 的话，你有那个 opportunity，opportunity 不会等你，等你有了再来实现的。opportunity 就是那一刹那嘛。For people who well prepared，opportunity is for people who well prepared。So 第一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是很多人在买的。简单来讲，还是可以走的，不管 OK，多少钱的物资，只是同搭个 segment 罢了。OK，明两千块的人，他也是可以买物资的，他最多买比较便宜一点哦。OK，白。我是说郊外啦，不要讲 KL 啦。OK，我是说好像 Penang 啊，还是孤立嘛，还是别的比较乌鲁一点的位置吧。哦，就不管什么时候，物资还是可以走啊。OK。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是Mohammad Sajid 问的，他问：Where can I invest currently during the pandemic that is not risky for me during this time？OK，他的意思应该是，他要 invest 哦，但是他不要亏啊，是这样讲吗？对，就是一个产业在哪里适合他 invest，他又不想要 take risk 的，不会太大的 risk 的地方，这样子。他都讲 invest 了嘛，人家 investment 是没有包的，only saving 有包了，but 他的回报不多，人家讲高风险就是高回酬。对吗？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包啊。你现在问我，我跟你讲话，到时候你来哦，你讲那边可以的，到时候等下，到时候来赖我，我只能这样讲的，就是 based on research 和你的眼光。我本身觉得 investment 的人啊，他们只是有做 research，每个 investment 都要做 research，OK？和他们自己的 feeling、six sense 和眼光。如果他讲说，OK，如果我有意见的话，我本身觉得，如果他讲要 invest
What purpose？他要以后他要让等他的屋子起价，还是他打算要租给人 for rental income 这样的东西？OK，如果本身他要 rental income 的话，我本身觉得可以建议他买 below 200千到300千的屋子。Basically, monthly installment is about 1,300，1,300、1,400左右，或者如果买越低买越便宜咯，他的 installment。哦，如果他是想要，如果这位想要这样的话啦。OK，这样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Fadila Sufian 问你，How to save money when our income is currently low and not secure？这个我明白，因为有一些打工族，他们的老板为了要 sustain 那个 business，他们的薪水可能被扣了50%、30%，可能比平时还要少，maybe 那种赚2000块的，现在只是赚1000多块，OK。但他的问题就是问你，你觉得我现在 income 都这么少了，又不 secure 了，我要怎样去存这个钱起来嘞？还是讲回咯，你可以做 part time，多努力，努力是不会死的。OK，你怎样努力都好，你都有 extra income coming on。OK，你可以就是做 part time 啊，争取一些就是多一点的 income 进来，要不然就是节省一点。Yes，节省是很痛苦啊，我明白，节省是很痛苦，but 要生存啊，what to do，right？So 我们只能的就是做 part time 工，又节省。度过这个难关，我本身很相信，就是你度过这次的难关，你就是赢家呀！不管你的 income 是多少，2000、1000、5000、10000，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你度过，you are the winner。OK，我们还有多一个问题，就是他问你，Which one is better, invest in AS or ASBF？为什么？OK。ASB 这个就是 OK，ASB 是一个赌马来人的东西来的，OK，它是来一个Malay 的 Bumi Putra 啦。我本身觉得 ASB 现在它的利息也不高，but also one of the tools for saving，它是一个 personal loan 赌耶。我觉得这个东西赌Bumi Putra 是怪好的，为什么呢？ASB 哦，它借你钱，and yet they give you interest。这很不是很好，bank 没有，借你 personal 还 charge 你 interest 诶。So ASB，so for my point of view 啦哈，can in 可以借一点，就是可以 invest 一点点，就是diversify，OK，没有东西是好到玩的，我本身觉得没有好东西是好到玩的。好，这样我们想知道一下mortgage loan 的东西。So，我们的 Memory Cool Financial Consultancy 有做些什么样的 mortgage loan 呢？就是房子之外，除了做 property。OK，我们的公司诶，是没主打是 mortgage loan。OK，mortgage loan 就是也是来就是帮那些 property agent settle 他们的头痛的问题，我们就会想办法让那个 loan approve。OK，除此之外，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 mobile banking。我甚至我有时我 customer 问我，诶，你有做 credit card 吗？我也会提供给他，或者 car loan 提供这样的服务。或者需要一些 financial advice regarding about how to get a loan for mortgage 啊，买房子啊，我们是教他就是哦，你有些好像你的卡有些才搞啊，我们会教他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让，就是让他有一个 healthy 的一个就 financial 的 lifestyle，让他可以嘛借到这个 housing loan。我们是会根据他的要求。And then，如果假如说好像他明明有些人啊，明明赚3000，他要买500千、600千的屋子哦，我们会不 recommend 他这样，等于他买到都好，也是等于他过后也是死了，所以我们会建议他 advice，we are giving the advice，but execution decision is by their own self，OK，那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他问你，Is it wise to withdraw from KWSP now？好像我们刚才有讲到 EBF 啦，KWSP，我们讲说可能以后他们的 KWSP 的钱都不够用，都不够多。但是现在我们政府又说，OK，那你可以把你的公积金拿出来用，你的 EBF。这样他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公积金拿出来是一个 wise decision 吗？我本身这是要看情况的哦，因为这有些人会讲，哎呀，你没有影响，当然啦，你讲到这样爽，对吗？我觉得本身，
have to depends on. OK，打个比如，我真的不能顶哦，I need some fun，但是又没人要借我钱，what to do？我就 withdraw 先哦。But when you withdraw, you make sure you earn back the money and put back on it。我本身觉得是这样啦，OK？If let's say 我有看到很多有些人问我，诶，我其实我只是想要拿 EBF 的钱吧，可以吗？其实我没有影响的，我不 recommend 这些人去拿 EBF，what's the purpose？我有，就是你老的时候用的，这个就是对吗？你的梦，有的是因为他想用，就是好像讲讲，就是想 withdraw 一些钱 for their own 自己想要买一些想要的东西哦，就是 take 这个 opportunity 啊。我本身觉得 for 这样的人，他们不应该去拿啦。For people who really suffer, they need some support，yes，可以的，因为没有对，没有错的。But 这个东西你做了过后，它会造成你的 future，it will affect your future，but not now。So for people who really suffer，yes，can 可以 withdraw，just remember try to earn back and put back，就是这样。OK，像刚才你有提到那个6个月的 loan deferment 嘛，车跟房子的，像因为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呀，我6个月没有还的。等下，那我因为还过期，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看法？你是说呢？把那个 deferment 过后嘛，对吗？OK，在这个6个月因为有些人觉得说，OK，那这个条不要还要啊。OK，这个哦，6个月其实是它不是 free interest，它只是 simple interest，它也不是 late interest。OK，我本身觉得 OK，有些我只是拿一些总，就是有些 customer 跟我讲的啦，他们有 call 来问我，咦，哥啊，这个我应该不应该还？我就会问他几个问题咯。第一，你打工啊，我讲打工啊，他讲哦，公司没有哦，salary 没有影响，但是我想拿这个可以吗？因为不用还嘛，6个月不用还，好像很爽这样。我就跟他讲说，you have to think 咯。我本身觉得如果没有被影响的人，你就继续还，因为这个东西，像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现在看不到，but it leads 你的 future，它会制造你的 future troublesome，因为那些 interest 它会累积起来。过后你想看第6个月过后，第7个月、第8个月、第9个月，那 interest 全部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不会很大。But 我为什么要给他多赚呢？Right？Bank 有些 customer 跟我讲，Bank 已经赚了我一倍的钱了，我现在如果不要还的话，我还给他多赚了，我不要喽。哎，真的有 customer 这样跟我讲啊，你就还哦，这是看个人的。哦，这个就是如果假如说，因为有些小贩真的是受到影响哦，不要讲小贩哦，maybe other 领域。OK，你嘛不要还钱，像我最后还是 comes to 你能不能更努力的赚回去这笔钱就还回去。好彩 mortgage loan 是一个 flexi loan 来的，flexi 就是它是 daily rest，OK，它是每一天算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天呢哈丢50块进去，丢100块或者丢2块进去，it makes the difference，因为2块钱吧啊，每一天你丢它你都会看到那个效果的，或者1块钱你是可以。depends on 你丢多少咯，so for people who suffer，你可以先 defer。people who not really affected，我建议直接再还咯，继续还就对了咯，因为不需要给他更多的利息嘛。对，因为我们的有一些人的利息已经很高了，可能拿 commercial property 对 title 的那个 loan，它的 interest 很高的。对，会比较高了，对。好，站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live session 之前，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观众说的吗？我本身觉得大汉熬过不了，没有人想要 cut 他的 expenses，but no choice，因为这个是一个人家叫做 new norm 嘛，OK，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控制不到的，因为只能熬过不了，熬过 you are the winner。我本身都会跟我自己讲的，I do 就是我做，就是我现在平时我做假设说我做5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工，I try do extra every day。OK，I do extra every day，因为我知道我做10个小时的个效果没有这样好了。I do extra every day，我做多一点，想多一点 idea，做多一点，慢慢一天一天一天的，你就会慢慢的习惯，改变我们的
讲讲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生活习惯这些东西，来迎接这个新的常态哦。没有办法，如果熬过，你就是赢了的。如果这时候你人家讲什么，如果哎呀不用紧了，能过，我都不知道几时。老实讲，你问我几时能，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能改变和 adapt，then 对，准备就是准备，没有办法的。这个东西我们 control 不到，only that we can control is control ourselves, cut our expenses 哦，少花一些没有用，平时我们花多在那东西，我们也少。我相信现在也比较少人花在 entertainment 的 part 啊，因为没有位置去啊，而且现在店都差不多应该是10点就关了的，哦，对。可以，9点半 last order，10点关。记得 before MC 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做工啊，做到11点12点的。我没有10点11点我都很少回家，但现在哦，不知道不知不觉好像过了晚上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好像没有东西做啊。然后那 customer 晚上也不大，讲真啊，我发现到也是晚上也不大见人啊，有改变一点点哦，不是明全部啦，还白。是有一些改变哦，因为新常态就是，早出早回啦哈。你呵呵。可能8点，这边也是已经很多人回来 office 做工了，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工作的时间短去，所以可能他们8点上班的变成9点上班，然后原本呢5点半放工的变5点半工，所以其实工作时间缩小了，然后你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家人。其实整个 MCO 我看到的就是除了人家在那边找机会。找转机，他们其实也是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家人，所以其实这个 pandemic 也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就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陪你的家人，你原本就没有时间去做的东西，你现在有时间去做。然后现在 MCO 我们又换了新常态，你现在出去你没有戴 mask，你会觉得怪怪的，一定觉得怪怪。对，对，你的 customer，你的 customer 都不想要跟你握手了，他都对，怕了，对不所以对？有时候我跟你讲握手啊，我有时候我见到 customer，我用了，Is it okay I shake hand with you 啊？我会问这句啊，变成好像这样奇怪，每次好像我要问 permission 先的，因为我觉得shake hand 是一个礼貌，OK，to is a respect to our client or what 啦哈，or our big boss or what 啦。然后说，对，我会多问一句，以前我没有问的，哎啊，Mr. Who 这样或者什么啦，我现在会多问一句，就是这句哦，就是Is it okay I shake hand with you 啊？他讲No 就 OK 咯，就 OK 啦，It's fine 啦，At least 我问嘛，我明白，多多利明白，因为现在这个 pandemic，我觉得大家的危险意识都变得比较高，大家都在乎一点自己的健康，所以其实新常态不难，只是要我们去适应它就好了的。好像所有的工作现在适应这个新常态，大家就变得比较 OK。但有些公司他们都去做 shift rotate shift，有些我有看我朋友，有些啊135，然后他们进 office 或者112，然后345在家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是换 shift 这样的 work from home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呢都向你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与今天这个 live session，谢谢你。好的，那我们所有 Property Queen 的观众们，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